最近台湾不是在，台湾不是地震吗？小时候是不是地震啊？那结果是这样子啊。这么可怕，很恐怖啊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隔壁的吗？施工之后，你们房子会感受到震动吗？对啊，整天都在震动啊，就是在地震啊。最近台湾不是地震吗？小时候是不是地震啊？那、啊、结果是这样子啊。钢板状态更啊？我们的钢板状态更不是钢板，是它。给人割半毛旁啦、啊！现在就是先把内外的水压哈、哦，先到一致平衡。嗯，平衡之后，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些漏沙下去嘛、嗯，那平衡之后，那我们会再继续整个把它围起来之后，然后再抢救这些东西。我们都有24小时监控了，一大早发现它有一点点那个漏沙漏水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在处理。